你讲伊可能吧，并无啥唔对。那你我问你，20年前你哥是一个囡仔时，你敢知发生什么代志？是啊，虽然讲我是唔知发生什么代志，啊，不过我知影这已经是20年前的代志啊呢。你哪着摕这个旧账出来算啊？你敢袂感觉你安尼做伤过分啊？ 你讲伤过分，你。哎呀，好啊啦，以后莫生气啊啦。那小慧不是迄个意思啦。搁再讲，咱如果甲伊乱改冤冤，甲小慧也无关系啊，你哪会着甲伊生气咧？好啊，我会当莫甲伊生气，莫当暂时莫甲你计较。啊，不过，你若一定要甲伊乱改，安尼孤孤地。 将来的发生什么代志，后果你家己负责。永恒，阿姨，是的啦，拢是因为我才害恁两个阿母冤家，袂啦，不是你的唔对啦，真的是我较歹势啦，互你看到这款场面。啊，来啦，先入来坐啦，小慧。 你人来就好啊，哪会做去炸物件来嘞？阿姨，啊，阮爸爸破病，你遐尔关心伊，我当然嘛好好来答谢你。你哪会遐尔客气啦？啊，对啦，恁爸爸这两天有较好无？有啦，又加较好啊。阿姨，我实在是想无呢，阮大家甲卢家到底是有啥物恩怨啊？ 为什么卢董事长一张爸爸喊你袂谅解呢？唉，迄拢是真久以前的代志啊，我实在无想要搁提起。咱莫搁讲这啊，好无？啊，不过卢董事长伊，你莫烦恼伊啦。过两工啊吼，我会好好考劝伊啊，过甲过去的代志，拢放互袂记。阿姨。 我感觉你是在做可怜的呢，竟然为着20年前的代志，还搁咧惊互家己的翁婿责怪。其实这也无啥，每一个人拢有伊的责任甲处境啊。只要看好开吼，管事就好啊。对啦，啊你最近的生理有好无？还搁会得过啦。 小慧啊，你把遐做迄衫哦，实在足水的呢。前两工啊吼，我穿迄厝咧，好出去。我的朋友拢甲我学咯呢。我看安尼啦，过两工啊吼，我介绍几个朋友去甲你捧场，安尼好无？当然嘛好啊。阿姨，多谢你。<笑>应该啦。爸。小慧啊，你倒来啊。 还是去倒位啦，我跑去工作室甲找无你。我去找莲花阿姨啦。你去找伊哦。是啊，我去找伊啊，这敢有啥物唔对？哦，无啥物唔对啦。啊，毋过啥？小慧啊，我会记得吼，你甲我讲，迄个卢友贤就无要甲你做生理。我看哦。 因是无想要甲咱有交配啦，所以我劝你哦，较莫去找因嘞。你的意思是讲，爱我甲你共款，甲卢家结完收信。啊，我实在是想无呢。你甲卢家到底是有啥物新仇大恨？为什么迄卢友贤看到我，就遐尔讨厌？啊，佮有你啊，你佮要阻止我甲丽芳阿姨你来往？小虎。好啊啦，你啥物拢莫讲啊。 你若愈无爱互我去找伊吼，我就愈要去找伊啦。我想要就按照你的意思去做。小虎，你是安怎一直要甲我作对啦？谁叫你遐尼无讲道理啊？你敢知影？我对丽芳阿姨印象真好，我若是看到伊，就敢若看到妈咪共款。 所以，我就想要去接近伊。
结果你嘞，你煞为着二十年前的代志，唔肯和我跟伊接近，你安尼做干着？小慧啊！好啊，你啥物拢莫去讲，你愈讲我就愈反感。好，既然你遐尼爱管我，开去我搬出来住好。哎，小蛋，小蛋，你讲啥？你要搬出去住？我无同意啦。我啥都袂当搬出去住。好啦好啦，小慧，你莫生气啦。阿杜啊吼，伊讲话当作阿爸无讲啦。啊，你乖乖住在厝内，好不？我看吼，我是搬出去住较好啦。安尼我唔只有法度独立。你是要独立起来啦？你已经正独立啊！我逐天甲你生活斗阵，拢互你咧照顾，我安尼算啥物独立？以前我妈捌甲我讲过，凡事都要靠家己，莫讲是爸母，就算是翁婿，嘛袂当靠。小慧啊，我即摆若是无出来生活，我将来是要安怎？你好啊，你啥物拢莫阁讲，你莫阁甲我阻挡啊，好无？好啦好啦，既然哦你这么坚持啊，无安尼啦，即几工啊哦，爸爸哦搬来茶艺馆住，啊这间厝哦就留你家己一个啦。啊！你若真正会当习惯家己过生活，到时也要搬，就搬出去啦。喂。是啦，哦，是加分哦！哎呦，阿妈听到你的声就偌欢喜嘞！啊，你要找明姨哦？伊无伫咧厝的啦。伊无伫咧厝的哦。啊，伊是去倒位啊？哦，伊透早哦，就去国父纪念馆遐看册啦。哎，无听到哦，即摆还伫咧遐哦。原来是安尼哦，阿妈多谢你哦。袂啦，啊有时间哦，来厝诶佚佗嘛哈。会啦，我会去啦。阿妈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原来明姨咧国父纪念馆，明日我来找伊。你哦，我差一下认不出来。是小我今仔穿洋装。是啊，你穿安尼甲平常时无啥共款，好彩像是另外一个人。对啦，奈只你拄好伫遮拄着你啊。是啦，我有感觉真拄好呢。啊，我著足久无来遮，想讲礼拜来遮行行的。啊，你咧？我嘛是来行行的，顺手看一寡册。阿姐嘛嘞，要回去啊？你敢有技术要回去办哦？无啦，无啥物技术啦。那你陪我行行好不？行。明姨，咱这么久无见面啊，阿你最近好不？真好啊，你嘞？我也毋是同款。叫阿明姨，迄天我咧行路，实在感觉真歹势。其实我甲伊，嘉芬啊，过去的代志咱莫搁提起好无？搁再讲，你有选择朋友的权利，你要加上交往，我袂有任何意见，你讲对无？原来你真正把我当作真普通的朋友。恁爸爸真反对咱两个来哦，啊，不过，不过安怎？不过我是把伊当作是我的好朋友，当然啦，
恁爸爸讲的话，我袂当无听。啊，不过我真正真遗憾，为什么咱两个人连做朋友的机会拢无？嘉芬啊，在我心目中，你同款是我的好朋友。啊，不过我爸爸的意见，我袂用无重视，请你谅解我，好吗？对了，不管以后你有啥物困难，你随时会用敲电话给我，我会尽我力量来给你斗相。你是讲你搁愿意跟我见面哦？你放心啦，我袂带予你困扰。好啊，达，那咱就安尼决定啊哦。等一下，我有一项代志，爱麻烦你跟我斗相共。什么代志啊？我爱你送我回去。拄才去家阮兜拢找无人，毋知伊是走去倒位啊！我伫遮等伊。你管我要跟谁出去佚佗，那是我的自由啦，无需要你管。啊，啥子我袂当管？哎，我送化妆品给你，叫你装啊水水的，结果你真正装水水，甲别人出去约会，你安尼就敢对得起我？哎，你讲的较客气好不？迄罐化妆品是你硬要摕来送我的呢，你若是唔甘愿哦，我即马就来去摕下行李啦。加分啊，加分啊，卖放手啦！你卖生气啦，我甲你回死地了，好不？我免你甲我回死地啦，我白甲你做朋友啊！哎哎哎，加分！你想怎么样做？你还跟我做朋友？你是不是为着伊？我无为着谁啦，我感觉你足烦的呢。咱两个不过是普通朋友，你定定感谢我的自由，这样感觉足讨厌的呢。嘉芬啊，我哪有感谢你的自由啦？你误会啊啦，无安尼啦，伊做化妆品，你老的唔免害我啦吼。免啊，我随来提行李。嘉芬，嘉芬啊，哎，都是你害啦！无代表你来找嘉芬创啥？我警告你哦，你若有再来找嘉芬，你爸这个拳头母绝对无帮你煞，有听到无？小等一下啦，讲什么代志？警告啦！我是要苛刻你一句话啦，你若是要叫嘉芬哦，你做人的态度需要改变一下，那无你根本得袂到伊的心啦。无你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啊？哦，我知影，你是讲我做人真歹是？啊，伊一个检察官有啥物了不起？是我稀罕嘛？敢讲比我加一目睭，还是加一耳啊？我跟你讲啊，别人遐惊你，我这无咧信道啊！你安怎？想要相拍是？来啊！敢讲会拍输你是？我无想要甲你相拍，无代志啊，我先走。别过来找我，听到无？先休困一下啦，来，先啉一杯茶。我明仔会当休困，我等客户就要来啊呢。我都已经把这设计图看给伊。多谢你哦，你家己身体爱顾哦。我知啊。Joy， 阿姨，您来啊。遐济啦，遐济啦！我查柜台来看你的设计图画了安怎啦？差不多要好啊，无恁看卖吼。小慧，啊恁来扫干呢？是毋是人无爽快？是
是啊，我着感冒这侪天啊，今日较严重啦，嘛唔知安怎，规天安尼头壳拢足疼的。敢有发烧啊？看麦。哎呦，烧到这厉害，你爱去看医生啦？唔免啦，袂要紧啦。邱太太，迄次去度另外还有一份，我叫你看吼。安妮啊，迄次去度麻烦你起来，邱太太看一下。好。喂，有闲是你哦？丽芳啊，你敢知影今麦几点啊？你人伫底咧？多谢你啊，有闲，我今麦人伫病院啦。你伫病院？啊，你是安怎？人无爽快心？去看设计图啦，啊，小慧带我昏去，所以我送伊来病院啊。你搁去找廖小慧？你有闲，你莫搁怪我好无？我即摆伫替小慧办断伊的手术啦，等伊若精神，我会随转去啦，吼。哎呀，我无时间等你遮尼久啊啦，宴会时间哦，得要开始啊，我随去接你，你伫倒一间病院？嗯，好，我知影。我出去吃面哈。清醒啊，小慧！哎，阮的爹家，你都发烧啦，死死昏昏去，所以阿姨送你来病院啊。你即摆感觉安怎？有较爽快无？对啊，你放心啦。我已经打电话给恁爸爸，两面过来了。阿姨，你免通知我爸爸。是安怎嘞？我会记得，我妈咪伊要死的时阵，我爸爸。最早去机场，找药伊阿姨，我妈咪，伊一直在要叫我爸爸最后一面，我拢记袂着，我若是想到这件代事，我会心苦。我看他站的位刚宽，哎，小慧，别再艰苦我了，啊，来，你拢过去啊，别艰苦我了，啊。后来，我爹咪讲，我那是破病，倒伫眠床顶。我就想到我妈咪，伊在死的时阵，安尼啊孤单，安尼啊可怜，我若是愈想，我就愈怨恨阮爸爸。我若是愈想，我就愈怨恨尤英阿姨。
其实，恁玉英阿姨是一个真好的人呢。你细汉的时阵，伊足疼惜你，嘛足照顾你的。你哪会怨恨伊嘞？我啥都袂当怨恨伊，那是因为伊。我妈咪，伊妈袂安尼早就死。小慧，其实阿姨，你莫阁替玉英阿姨讲话好无？无想要听，我无想要听。好好好，莫讲啊，莫讲啊，你莫激动啦，哈！我莫替你讲话，你嘛莫想遐多，好不？乖啦。参像伊细汉时阵同款啊，小慧，你敢袂记得你细汉的时阵，我和你阿哥追呢，敢那洋娃娃哦。阿姨吼，嘛足想要生一个查某囝，甲你同款呢，你知影无？阿姨，那是安尼。你敢会当把我当作是家己的查某囝同款？你也疼惜？当然嘛会用的啊。虽然吼，咱袂用常常见面啊，啊，不过咱是用敲电话互相关心啊。李红，有缘你。你要甲伊当作是家己查某囝，同款看待，感觉你袂记哩啊？当作是因偌个是安怎害咱的？阿公爸是安怎死的？玉恒，遐代志拢过去啊，莫阁讲啊，好无？我嘛无想要讲。阿唔过，咱这么无简单，有平常日子通好过，是安怎？你要来破坏？你是安怎？阁不甲偌个人安尼孤孤的，到底是为甚物？你头拄仔讲，恁爸爸的死，甲阮两个有关系，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你想要怎样信？我来讲给你听。玉恒，莫啦，玉恒。当初是，阮爸爸，都是被恁两家人逼死的。啥？你讲啥？恁爸爸是被偌家人逼死的，是阮偌家，是不是阮爸爸？是不是阮爸爸逼死恁爸爸？是不是？你甲我讲是不是？小慧，你莫胡白讲，爸爸不是迄款人啦。你不是迄款人，哪里是让别人要来对待我？你为什么？是我安尼戆惰，你啥人咧逼死人的爸爸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小慧啊，你千万唔通误会啦，我爸无做这款代志，真正是我。你讲袂出，你讲袂出，你若是无做这款代志，为什么人会遐尼讨厌我？我想到有你这款爸爸。我问我问我，小慧，我想问你，小慧呀，小慧呀，小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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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蛋嘞，我有一句话想要问你，你老实甲我讲。你问啊。拄仔伫病院，你甲小慧讲，你要甲当作是亲生查某囝同款咧疼惜。这句话是你的真心话，还是你安慰？
你回答我。在我回答你之前，我有要问你一个问题。假使我真是把小慧当作我家己亲生查某囝同款的疼惜，你除了反对以外，你会安怎想？我会怨恨你一世人。你会怨恨我一世人？佮因为伊是罗连辉的查某囝？我唔对。有诶，其实你当初爸的事，唔爱佮提起爸的代志，我会怨恨。唔，那是有着爸，我佮我重视的是你的心。丽芳，你明明知影，阮爸是叫罗家人逼死的，你嘛知影，罗连成伫要出嫁。是安怎？你阁要甲罗家人安尼高高低低嘞？你的心肝嘞，到底是咧想啥？我再讲，小慧是罗家子孙，就算我有偌可怜，甲你也无啥物关系。你也无需要放遐尼侪精神伫个身上。是罗连辉的查某囝，我若把伊当作亲生查某囝同款，你会怨恨我一世人。那假使伊是罗连成的查某囝嘞，你又搁会对我安怎？你来问我一句话。你回答我。好，我回答你。假使罗小慧是罗连成的查某囝，我甲宽容。会随离开家，一世人永远都无可能甲你见面。想袂到，有人对连城阁这么怨恨，那呢？伊若知影孙静阁是慧心，到迄个时阵，袂用的，我绝对袂用让孙静的心事逼卡。不管我用什么办法。我一定要永远温暖孙静的心事，我一定要安尼做。阿嬷，小弟，什么代？你下班了，我提薪水给你。这么紧就要发薪水哦？每个月初五发薪水，时间够多要发啦。来，这里。多谢。辛苦了。想袂到这么紧就领薪水啊！等下班了，一定要好好请顺金吃一顿饭。哎呦，你都唔知影嘞，迄新来恁老师哦，写作袂晓见笑嘞，竟然甲男朋友伫同居呢。无影无影，伊伫甲人同居哦。哎呦，哪会无影啦？打这款代志，我敢会去骗你信？迄个恁老师看起来这么高义的，哪会做这种代志啊？就是讲呢，人讲哦，点点食三碗公饭，真正有影啦。我看哦，搁免外久，一定去好好洗头路的啦。唉，实在真了然哦。什么？你讲有人批评我甲宽宏在同居？是啊。拄只八点要落去哦，有听人安尼讲啦。真啊，你也免想过艰苦啦，都也袂咧想哦，讲遐话人哦，拢是无心的啦啊。就是讲哦，你起码是老师啊，啊别人咧讲闲话哦。你也袂当无去注意一下啦，吼。啊，若无安尼好啦，啊，规气宽宏哦，带去我遐啦，安尼就无代志啊，哈。你明明知影我无想要带你遐，你搁叫我去带你遐，你是超过伊
要拆散我甲纯真是无？宽宏啊，大伯根本无这个意思，你顶唔通误会啦。你无这个意思，无你什么意思啊？宽宏，你卡别讲话，莫这么大声。纯真啊，伊超过伊要破坏咱的感情，你搁替伊讲话啊？我无在替伊讲话啊。阿伯是好意，伊是惊咱两个人住做伙，会去有人讲伊哪话。伊是在保护我，才叫你带去伊遐的啦。保护你，惊人讲你的闲仔话。我是甲伊订婚的人，伊是我的未婚妻呢。什么人敢讲闲仔话啊？光宏啊，阿伯知影，阿伯知影讲纯真是你的未婚妻啦。这要唔过外口人谁人知影哈？若假使你真心爱纯真呐，你就要好好替伊想一下。好好维护伊的名声，敢不是？我就是有一些想，毋知想讲要留落来，为着伊来做苦工。你啦，莫就是讲找无家己的查某囝，都甲纯真当作家己的查某囝来管教，什么代志啊，拢要感谢伊的自由。我甲你讲哦，你上好是离较远的，莫对伊有啥物企图。阿公，你也会记哩。假使讲你硬是破坏我甲纯真的感情，若是有一天我甲伊无结果，我会找你算账。宽宏，你来讲这款话啦。宽宏啊，是安那你会对阿伯误会遐尔深？好啦，既然是安尼啊。阿伯也无啥话通解释啊啦，也不过阿伯踮在遮，要苦劝你一句话，办行代志，唔通意气用事，阿那无，你会后悔一世人。就是讲，找无家己的查某囝，都甲纯真当作家己的查某囝来管教，什么代志啊，拢要感谢伊的自由。我甲你讲哦，你上好是离较远的，莫对伊有啥物企图。阿公，你也会记哩。假使讲你硬是破坏我甲纯真的感情，若是有一天我甲伊无结果，我会找你算账。是我自身查某囝，但我何必为着伊的挂心，何必为着伊去人误会？你是在倒位？你敢知影？爸爸是在外口想你的，为什么？
陈进啊，吃便当啊。我吃袂落。你是安怎啦？拄仔讲要带你出去外口食青草啊，你也毋，即下便当都买转来，你嘛毋食。你到底是要安怎？你才肯食饭啊？我都甲你讲，我食袂落，你莫阁问啊，好无？我拜托你。为着一个外人啦，啊饭也毋食啦，搁伫遐晒性地，你安尼做敢对？我无想要甲你冤家，我请你莫阁讲啊，好无？好啦好啦，假如讲你若无爱我住伫遮，我先出外口行行咧啦。宽宏。我毋是超过伊要甲你生气的，我只是，你敢知影我心情足乱的？你讲了无毋对，我是一个老师，假使若学生的家长误会讲我甲人同居，安尼对学生、对我的名声拢是一个伤害，你知影无？你的意思是讲，你无希望我阁继续留落来，你叫我离开是吗？素贞啊，为着你啊，我离开我的家庭，离开我的父母，啊来到这个所在，伫个马场咧做苦工，敢讲我付出的心意？较无你的面子遐尼重要，敢讲你要为着外口人迄几句仔闲话，就要叫我离开？我当然嘛无希望你离开，啊，不过我即马除了爱惊别人批评，我阁会烦恼阿母。你明明知影，阿母为着你在烦恼，为着你在痛苦，你敢唔知影？我知啦。啊，不过这拢是借口啦。假使讲你要用这个借口逼我离开，我嘛是无法度。宽宏，你莫误会我的意思，好无？我真正无这个意思。我当然嘛唔甘你离开。啊，不过，那即卖咧继续落去，嘛唔是办法啦。我知影啦。我知影咱继续落去毋是办法啦，啊，不过我会尽量来做，为了咱两个人将来，为了咱两个人幸福，我会尽量落去做。顺金，顺金，我求你，莫去为着别人几句个闲话，都来牺牲咱两个将来的幸福，好不？顾金来一个，顾金来一个，顺金啊！我忍耐，我会继续忍耐落去。多谢你，谢阿叔。我来讲哦，你今日房间小体嘞，哈。喂，你去遐做啥？哎，小会啊，我来遮拄出院呢，着爱加休困啦，唔通伤勉强啦。我才打开始创业。哪有时间偷破病啦？我明仔载搁要来工作室。就算讲你要创业哦，嘛着爱等身体较好个呀。你放心啦。啊，工作室业吼，我会替你去顺顺看看个啦。你还唔捌服装设计啊？你去要创啥？我还是亲身来一撮较好啦。小鬼。我看你安尼糟蹋家己的身体，我看了我唔甘，你知无？你若是唔甘，谁人态度咧病院，我一定问讲咱罗家甲卢家到底有啥物恩怨，你谁人拢唔肯甲我讲？啊，代志就已经过去啊，你知影是有啥物路用啦？好啊，你若是唔肯讲，我来问丽凤阿姨啦。
你千万袂使去找伊哦。你若去吼，是会搁了代志啦。好啊，那安尼你就甲我讲，到底是啥害死卢当所长的爸爸？好啦好啦，我甲你讲啦，是恁阿叔啦。是阿叔。莫怪哦，莫怪阿叔去用关二十外年。恁阿叔哦，不是为着这件代志去用关的啦。不是，佮有甚物代志啊？这讲起来话头长啦，我慢慢来讲予你听。代志的起端哦，就要对恁阿公一代开始讲啦。过两天啊，都要甲爸做记啊。宽宏这个囡仔，到现在还不知你对，叫我这摆时阵，是要安怎甲爸交代？因为，我相信爸在天之灵。应该谅解才对啊！伊会谅解，我袂谅解。你是咧怪我？当然爱怪你啊！爸爸过身之前是安怎交代你？你敢会记哩？我当然嘛会记的。爸交代我，爱好好啊还家。好好照顾宽宏，你搁会记得吗？你看即卖，宽宏，予你逼个离家出走去啊！你安尼照顾宽宏，敢对得起爸？李伟，你莫搁责备我好无？宽宏一天唔回来，我搁一天食袂落，睏袂去，我心肝内嘛真痛苦啊！既然你会痛苦。你想来要拆散因的婚姻的？我不是要拆散因两个，我是。是安怎？你讲啊！我无什么话通讲。你实在是，你敢有想过，你咧拆散宽宏甲纯真的婚姻，够无呀？咱的是这个囡仔，你知影无？不可能，宽宏遐尼友好，伊绝对袂离开我。你叫了爸，宽宏甲纯真拢已经大汉了，因会当家己公正结婚，是安尼到这摆无去？你敢有想过？一定是纯真主动宽宏，唔经带伊公正结婚。若照宽宏个性，走落去公正啊！你所有的主动啊！完全拢白了工，你知影无？丽芳啊，像这么好媳妇，你是要对伊吹嘞？你莫阁讲啊，好无？就算讲你听袂嘞，我嘛爱讲。我若去找着孙金，我会随婚结婚啦。有嘿？你莫阁讲啊！爱过才知疼过。无你的日子，才知影这呢歹过。